这才又给我霍霍一条啊！大哥，你这是几个意思啊？你要真是饿了也行，咬死了你又不吃，你泄愤呐？你的意思就是想让我亲自动手给你清理鱼缸呗？鹤藻长了一堆，青菜熟也不敢出来。行，我手动给你清理，但是我得把你捞出来。我还怕你给我误伤了呢。肥的啊，这鱼超里边放不下你了。肥吧，怎么还吐口水？ 哎，你别生气啊！我去，这你生气了，靠，还拿不出来了。这怎么办呢？哎呀，这身上那个小刺，把这个网给粘住了，卡上面了。这还麻烦了，你说你，什么玩意儿跟个大香瓜一样啊？这身上的小毛刺，粘那个网上了。哎，这还不好弄了。